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ances， 我是 Bauhaus 的 Managing Director。咁 Bauhaus 喺1991年系由我爹哋妈咪成立嘅。咁今年啱啱好第30周年啦。咁30年前我哋系喺九龙城一间60呎嘅铺头仔度卖行李箧，到今时今日我哋系香港主板上市公司。咁喺高峰时期有超过200间铺嘅。咁我哋嘅專長係賣皮具啦，包括皮褸、皮銀包、皮袋、皮 accessories。咁我哋比較為人熟悉嘅有三個牌子，有 TOUGH 啦、Salad 啦，同埋我哋係代理 Superdry 嘅。咁 TOUGH 咧係比較 cool 啲，行 military 路線嘅，咁就啱啲有型啲嘅人啦。Salad 就係 bright 啲、sweet 啲。咁我哋一個袋咧係會出好多隻顏色。咁希望啲客人穿住嘅時候會覺得好 energetic， 好開心嘅。咁我自己係超級中意 fashion 嘅，好似好多香港嘅女士咁啦，都係好中意行街買衫買褲咁樣。咁我喺英國翻嚟大學畢業咧，咁我就去過幾間 fashion related 嘅 industry 度做啦。咁又做過 sales 啊，又做過 marketing 啊，跟住之後我就翻咗屋企幫手。咁我到而家結咗婚，生咗兩個小朋友。咁大嗰個女差唔多3歲，細嗰個3個月。咁我而家開始覺得我大女開始獨立啦。咁我亦都有時間同有條件出翻嚟追求自己嘅事業。咁我好希望我兩個女女可以好 proud of 我啦。咁第時如果有人問我啲小朋友，哦，你媽咪做咩噶？咁佢哋亦都可以好驕傲咁同佢哋講，哦，媽咪好叻噶。咁我相信咧，任何年紀嘅女士，就算有冇小朋友都好，都可以追尋自己嘅夢想嘅。過去呢幾年，我相信香港同好多香港人都係面臨緊好大嘅挑戰，我哋身為零售商都唔例外。咁由於疫情嘅關係，好多香港人嘅消費模式都改變咗，好多人都好少出街，而亦都冇曬遊客，對我哋係打擊真係好大嘅。但係呢啲打擊係促使住我哋去進步，逼我哋去諗我哋有咩係做得唔好，反省翻自己。咁今次亦都推動咗我哋要重整架構，做嘢亦都有效率咗好多。我哋亦都努力地拓展緊我哋網購嘅市場，咁我亦都相信有危必有機。雖然而家香港經濟大環境唔係幾好，但亦都令到租務市場多咗好多選擇同埋議價嘅空間。我哋而家好努力地把握緊呢啲機會。我而家最大嘅目標就係將我爹哋媽咪創立嗰兩個牌子 TOUGH 同 Salad rebrand 同年輕化。我哋最近都開咗兩間新鋪。一間叫做 Bauhaus 2， 在旺角西洋財南街，一間是 Salad Concept Store， 在尖沙咀 The One。 兩間都是用完全嶄新的設計和理念的，希望帶給顧客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。我亦都相信購物不單止是購物，而是一種體驗來的。我們亦都不定時會在 Salad 的 Concept Store 舉行一些 workshop， 想給客人一個很歡樂的記憶。咁好似最近啦，我哋都請咗一個皮具師傅過嚟教我哋啲客人自制一個皮嘅鎖匙扣。咁佢哋嗰日亦都玩得好開心，同埋好 memorable 嘅。另外，我都好似其他女士們咁，都係好中意買衫啊、襯衫啊咁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自己覺得而家市面上又 trendy 又高質素嘅袋都係好貴，咁我自己都好唔捨得買。所以我很相信 affordable luxury 这个 concept。 那什么是 affordable luxury 呢？就是用一个比较相宜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个高质素又新款的袋。那我们刚刚公司推出了这个品牌叫 Chill Chili， Chill Chili 主要是用 vegan leather， 那保护小动物得来呢，也都提供一个比较相宜的选择给客人。咁佢哋咧就可以買齊咁多個款去襯唔同衫，咁亦都唔會覺得心痛嘅。
簡約生活，自活不凡，崇尚為簡。我是 Bauhaus 的 Managing Director， 我叫 Frances。